早安，来到了第，来到了第五天的早上。我们现在第五天，我们是要去穿韩服啊。为什么你每天都活在第五天？好冷啊！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能听到我声音开始已经变了，开始喉咙痛、伤风开始来了，太冷。然后我们今天是打算是去明洞那边扫货，可是我们今天早上先去一个景点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，等一下再去到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去找东西吃先，然后就去一个景点，然后才去。好吧 ，Let's go。我们到了关张 Market， 这里像巴萨，早上的巴萨这样。这里有100年的历史哦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豆包鸡。这是大马路，然后这里就是啊 Market。我现在进去啊 ，Let's go。看看，我们找了很多间店，然后早去买才会有。我们现在吃看它什么味道了。哎，这么多呢？我发现。谢谢哦！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因为我在录这 video。哇，那个时间已经走了差不多2分钟、3分钟了哎，我真的有点排斥哦。我终于感受到那个感觉了。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，把最好的给你。爱你被变成伤害你，我们的爱快要窒息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我要破牙齿怎么样？先吃白饭，但白饭不同我们的，白饭很好吃的。这是53%的蟹肉哎，很辛辣，有点辛，可是很好吃。现在继续明洞收获，这个是宏大，我们现在在宏大，刚回来这边放东西。韩国 KFC 哪个？
要不要吃？韩国的那个 KFC 那个很好吃哎，好吃。早上的明洞，下午的明洞，超多人的，超级无敌多人。这里明洞卖吃的真是比较贵一点，像那个 fish cake， 在宏大1000块一串，这边1500块一串。红豆饼，走。它里面有那个抹汁啊，好吃，真好吃啊！去这里最多层的来说，哇，给大家看了多少层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，9层呢，10层呢。我们套盖做15。